大家好，朋友们，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，首先再次要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工作顺意，阖家幸福。那么也没有什么好拍给大家看的，今天就拿起电话让这个爱人随便帮我拍了一下视频啊。其实这个藏獒对于主人来说还是非常服从和忠诚，生活中还有网络当中会总认为这个藏獒伤人咬人，但是他们就不明白这个藏獒的一个个性，他们对主人他们是温柔的服从的，但是对陌生人他们是充满着强力的一个敌意。视频当中的这条藏獒是兔贼啊，今年年底是两岁啊，满两岁了，这家伙现在变得也是很漂亮很棒。家伙有一个特性，就是看家护眼非常好，咬人非常厉害。这家伙今年和青海出了这六条小獒王，特别漂亮啊，特别舒服，也特别的满意。每天除了喂养他们之外，平时还要检查一下他们的身体啊，包括他们的牙齿都要看一下，有没有什么这个破损的磨损的地点都要看一下。凶猛的藏獒也有他们可爱和呆萌的一方面，这是他们的天性，他们忠于职守，他们忠诚勇猛，果敢正义，他们看家护院的功能性让我们深深为之折服。大家喜欢养藏獒吗？要是喜欢，可以听听大家是怎么来看待这个藏獒的。